伟哥煮面显功架，邵静坚抢晒事业线。陈伟同埋刘佩月喺美食节出席 MyTV Super 嘅宣传活动，近日开车无线主持飲食节目嘅伟哥更加即场抛制冷面，而阿 Moon 就指自己好中意伟哥，所以公司安排佢同伟哥一齐嚟，让佢充当小助手啊。过程中二人表现得有板有眼，就连见惯主食场面嘅六号名啊，都观赏得非常投入。同场又有邵静、蔡国威等人帮参展摊位煎香肠，就算邵静表演煎肠抛镬啊，都及不上佢抛出又长又深嘅事业线。吸睛之余，更加让入场人士大饱眼福啊！